创办人朴真勇和旗下艺人的关系相当良好，亲民的风格也让他经常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，还常常被做成表情包疯传。之前就曾被宣美爆料，连 JYP 本人传讯息时都会使用自己的表情包。 JYP 16日在社群网站上晒出一张组图，表示收到 TWICE 定研发的讯息，打开一看竟然是默默和才英在模仿他著名的男友风格照，躺在被窝手托头，配上迷蒙的眼神，还原度100分。他写下网友总是做这些奇怪的表情包才会连孩子们都跟着做啊，更忍不住求饶大家别再制作这种迷因图了。贴文一出立刻引来旗下艺人围观， TWICE 多贤回复到底是哪位小可爱拍的，拍的真好。师兄 2PM 俊浩留言，这是 challenge 吗？ GOT7 荣仔也提问，我们大家都必须做才行吗？已经离开公司的 Wonder Girls 佑彬也爆笑回复，这样会让大家都想跟着学了啊，有这种自带搞笑的老板，气氛真的是非常欢乐哦。